根据地香港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，那些高楼大厦就是剥削了中国人的血汗去造成的。 自从日本军占领香港之后，香港市内的治安马上就已恢复，市民们都很高兴，街上非常的热闹，市民都肯协力维持治安，印度巡捕和中国巡捕通力合作，保障安宁。 独立自由，可是几度战争总是失败，直到现在才实现了真正的解放。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经过战祸之后，已经步上复兴大道，成了大东亚共荣圈里的大都市。儿童们都能受到新的教育，用功勤学，锻炼身体。这些儿童就是国家的未来的主人翁。 根据地现在面目一新，一个敌人的影子都没有了。同时又改名叫做昭南岛，成了大东亚共荣圈的门户，一天一天的复兴起来。火车已经通车，公路也在修理，把那些受过炮火洗礼的地方逐步重新建设。 受了多年束缚，一旦恢复自由的民众，大家愿意起来协助解放东亚。 受尽了英国的压迫，现在已经重见光明。这里是一个富于资源的地方，自命为世界一等国民的英国人剥削了居民的血汗，攻其牺牲，他倒成了巨资巨万的富豪。这里经过日本军攻击之后，现在也没有敌人了。民众都欢迎雅西亚的救星日本军。 修好了，这里的老百姓都诚心协助日本军开发这个大东亚的宝库。缅甸的首都仰光本来是英国。 防卫印度的根据地，也就是重庆政权的对日包围阵线根据地，而且是一条英美最后的援蒋路线，所以英国曾经在这里拼命的防卫。然而。
过日本军启动袭战之后，仰光终于失守。新战场仰光现在已经更生复兴，成了缅甸自治政府的首都，治安一步一步的恢复，残暴敌军所破坏的街道也一天一天的繁荣，用自己的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，这是缅甸人新得到的希望。所以不分男女老幼，大家都高兴协力来复兴市面。缅甸的主要出产米谷也照常生产，扎米厂已经开工。去年青年们组织了义勇军，每天集体训练，协助保卫国土。恢复一变而成为理想的都市，在新中国国旗之下努力建设的大上海是建设中国经济的重要都市，大东亚共荣圈的要冲正向着光明大道迈进。